你知道呀、啊？就比如我现在写个戴蒙，然后我就让他猜。哦。然后我你描述什么？不是每一轮我会问我每一轮他会问是男的女的，然后你们告诉我是女的，然后这么就轮一圈，然后你们头上的就你们大家知道问到你，然后知道我就说是啊，我就是戴蒙，我拿出来。对突然不想看东西，是的，就好烧脑啊！你平时突然想看东西，所以我说我刚听完那个游戏规则，我困了，已经脑子已经开始烧脑的，烧脑的 gamer。对啊，你玩的游戏都好烧。我们玩一局吧，玩就玩吧，看。不行的话，给我睡觉吧。不是，对大家一起写，就给下一个人。拿你的手机备忘录打开。女明星不能写我们认识的人。好吧，很难猜吗？如果写团里的不是很好猜吗？不写团里，写团里的不能猜嘞。对啊，这是中外的各国都猜不出来的。我们华人，中国女明星吧。Hello， 要写那种就是必须要那种大家。那边有个美妆博主在开直播，你知道吗？就是必须要那种一说大家一定会认识的人，不能说我认识你不认识的人。哦，就不能说比较偏的那种，知名度很高很高。现在我们随机玩电了。哦，我知道了，张小是老师这种是吧？哈哈哈哈哈！我觉得环境好吵。快看掉了掉了好了，一根一根的摆好了。哎呦，蹭直播的几个人，看看你们这边直播咋样？不是，我们俩还好，他一进来好挤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可怕呀！好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哎，你这画着哦。你看人家这个，你这什么特效啊？你这我就有鼻子。想在转直播间玩。就是到对面直播间玩。我这人紧。哎，你这弹幕挡我脸了。不是，你不觉得平时就是一定要用很多脑了？你在玩游戏的时候用很多脑子点。谢谢。哎，我这样。然后呢？昏倒了。就是晚上我头痛欲裂。这样能看见我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谁家的？对，然后给到我。眼泪带的掉，哎呀，给哎呦，给我是吗？然后他猜吗？然后你对他猜，你下一个人猜你这个词，就这样，我给漏了漏了猜我啊，然后到我的名字对。不玩游戏，因为我玩游戏太坑了，所以我就不玩。拿 iPad 也太大，哎呦喂！哎呀，大的字挺小的。我为什么不用写在旁边？我画画，不用画画。我们是吃韩国料理，然后我是吃了很饱。国内的吗？国内的吗？国内的吗？都可以，国内的可以，只要大家都认识，一定会认识。哎呦喂，对，我觉得我玩游戏，特别是狼人杀玩的特别的，特别特别烂。啊，谢谢大家给我送应援棒。谢谢大家送应援棒，送玫瑰，送热，什么东西？哦，又到我的歌了，你的歌？是你的歌啊？你排的歌？你编的吗？很蠢，累死了。我没有。我玩狼人杀总是自爆，你知道吗？就是，哎呦，虽然觉得很那个。你玩麦先跳舞吧。他们在玩，准备好了吗？玩那个菜鸡的游戏。小兔子甩毛巾，没关系。我写的没事儿了。从此以后不跳这个，不跳这个，不行，要好好学学。哎，你扯我衣服干嘛啊？哈哈哈哈哈！这衣服特别扯。你给别人，你给他们给啊！你不能让他看到。对呀，完了，我感觉我机场等飞机晚点。我写完了。还说除了狼人杀玩什么都行，结果什么都不行。我这不是刚上手吗？我读先让他猜。不，不是每个人都放好。六。开人了。
对，六。那怎么呀？他就水平咋办？六。给下一个人是吧？我放出来系统上是吗？对对对。我读十二年级的。你别什么有我算了好久，有人问我读几年级，我说我读十二年级。等一下，我要改了。是。B 姐 ，B 姐读二十年级了。完了，要人接崩脱了怎么办？要做表情包了。别住来了别住变猪喷雾好大家都看到了谁先来我先来吧好有点完了他截屏都知道了是出过专辑的吗没有谁回答你啊大家都回答没有他被键盘挡住了哎我慢慢看不懂你们为什么每个人你们这是啥意思啊？是有是可以放在下面。我的智商，啊、是女星还是女演员还是女歌手？女星，女星对女星就可以说她演过的作品吗？你可以问，你们在互就别人只能回答有或没有是或不是。她演过，她演的古装剧多还是现代？不能回答你，你不就问她演的古装剧多吗？啊，演的古装剧多吗？多。可以吗？我在哎，我在直播。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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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不是哎，姐，这游戏是谁要玩了？说什么话是或不是什么？算了，你也猜不到的。哎呀，这些人怎么这样？说啥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答案。没看弹幕，没看弹幕。默默的消化。是。是。啊，是歌手。对呀对呀。是内地的吗？你谁呀？不是。你让他们感受不了戏上月了不是你们这太难猜了吧戴萌在我对面都知道了我默默在那你是谁来着是想问个什么我说默默吃完饭就想就在那边默默的消化是那么有打开你知道是谁没让我也看一眼先听说他们就听到了吗是谢谢送巧克力结过婚的吗应该吧谢谢送巧克力大概知道是个年上的口红是演古装剧特别有名不会有人去盖的同款吧也超便宜那这个很值得盖的演古装剧特别有名的嘛是最近经常上综艺嘛不是谢谢送玫瑰你们太难猜了不难猜我感觉我要能猜到我的时间了我上次那个谁猜他有和男明星合作唱过歌吗你那是谁来的没有啦有我也不是平时每天都像那样子我这个是歌手吗是咬破嘴唇的他有望谢谢大家送出的玫瑰对他那个太好猜了他那太好猜了我应援也不一定是演没出过专辑我这是演古装剧的吗不是没是不算妈你算吗演有过就是现在不不说不是你再问一遍再问一遍演古装剧的不算真不准演过我今天跳了日星的流星我跳了日星的流星他们说我是最身高最高的流星是个大流星猜错了要惩罚真心话大冒险开直播不太好吧没关系啊问完了下一个不猜错了要惩罚那就行啊你对着那个直播做一个你最丑的鬼脸就让我出去让你粉丝跑一圈过来
做一个你最丑的鬼脸。我做一个最丑的鬼脸。我把你的刘海拨上，然后用你的双下巴看看。刘海一些，双下巴看看。我真的很丑的样子。双下巴。刚有个音乐梦很美。灰。双下巴在哪？在你下巴上。不可以，我手机，我手机太好看了，太好看了，怎样都看不丑。应该发生发生我不会长了，我都忘了我要问什么。然后那我再过了过了啊，我过了您。有出现在最近几部很火的剧，现在好像最近很火的剧是什么？最近没有，最近没有。我已经这几天每天都是3、4个小时。我这个是零花吗？全长，谢谢谢谢。什么姐先开？来吧，这个他大妈。不是，他跟别的男性合作，他你要弯了。赵丽，赵丽在别家吃饭。今天在哪在别家吃，吃什么不知道，肯定是在吃好吃的，偷偷吃好吃的。你这好意思，用后脚跟想，后脚跟。在，而且他在我旁边，而且他在我旁边睡着。他吃完饭就倒了。你拿你的直播手机。你们这样一点提示都没有，我觉得太难了。他现在睡颜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你怎么知道我问哪个问题能问到那个点？我曝光他。不然我上次这个很难啊。就一直坐在半个。我上次开了个谁来着？就。行吧。他应该在。快乐伟。不是，今天线上一个主持人，我忘了是谁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是。看不起我们双马尾啊。然后我就震惊，然后一下就猜到了。很傻，你双马尾。我不看，你拿着你的直播手机去那个店员问他，今晚有拿铁，今晚有约吗？哎，什么鬼？对，就很累。咖啡拿铁好喝吗？你给我尝一口好不好？我吃完饭我马上睡不着。然后他回来就我们还是卖果汁。我大概再过个。你就说咖啡拿铁好喝吗？你让我尝一会儿就会尝完就回来。我刚说完，我一会儿会空腹。那不，你就是有点撒娇，你加个双马尾就撒娇。还加双马尾？哎，我这边，你为什么要猜零花呢？我是来救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对面实施惩罚了。因为智商有限吗？对。哎，因为智商有限。到了，去吧。我要做一个。现在他们的惩罚是，妈妈在扎双马尾。要不要我调个镜头？太土了吧！我调调不了。不要！呼噜呼噜噜，呼噜噜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就扎你那个大睫毛。对。我的门牙。我找个女服务员。没有哎。不是女生，有女生。男生看我这气势过去不敢跟我说话。哎，你这个走不走？不走。小芳，他去干嘛了？他去找一个店员问他，他那个什么拿铁好喝吗？电话可以给我尝一口。想买个果汁了。人家喝着。我只想喝冰摇桃桃绿茶。啊，这样。那要走到现在，我也想喝冰摇。现在还有吗？现在出了一个新的那个但是没有你椰青的那个。闭口。是有冰摇的。不能看闭口。没有这个了。不能看。椰子加梅子。芒果的好像是。椰子水加梅子。谢谢生死一言吧。不会真的给他喝了吧？真的假的？喂。那个女的在帮他点，然后戴萌说：“可是我没有钱。”被骂的吧？被打不要了。别把名字说出来。哎，那男的拍照哎。我真的给他厉害厉害。送了一杯吗？这算不算给他们打了个广告啊？把 logo 拍一下，给你们做个植入画给他塞的。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大家都知道 SH 是个神经病的团队。我把那个女孩子迷得七魂八魄，哎呀，都没眼睛了。可以啊，可是最后还是没有给你咖啡啊。他连请你喝咖啡他都不想请哎。啊，是要让他请我喝咖啡啊？没有，如果他喜欢，给我没有，他刚刚帮我点单了，差点，我说我没钱。对不起啊，我没钱，我帮你啊，谢谢。那好，我等着你下次去欢迎。就是，就跟那个哥哥那个男的四眼，你跟他说，可以好了，喝咖啡吗？哥哥，
我还可以继续问吗？猪头戏，他演过戏吗？演过。是戴萌，鼻孔，鼻孔的鼻孔。我就在想，我认识内地的吗？是，对，是内地的。嗯。我等会儿我还是不随便猜人名了。我也是。才问两问，我得那个一点。怎么第一个问题居然就刚才你们看到的鼻孔的鼻孔？等一下啊，名字有叠字吗？没有。你可以问名字是两个字吗？我的喉结。他唱的剧我都没看到，不，我这个剧你肯定看过，这个人演的还有很多问的，年轻人，成年人，你们怎么知道成年人？问吧，你问了啥呀？我没问啊，问啊。这是不是巧克力？我快忘了原来是谁了。啊。有八成年纪大了。不大，他是谁来着？也不小了，哎，也不算，怎么样才算大？啊、你的范围是多少？我的范围就是40，大头要过来，慢慢大，没有，小的，不要急，我拜托他。是那种什么？是大陆的吗？不是。好了，你问完了。还得你们一时能回答我是不是？是不是？对。出道在2000年以前吗？又延误了。又延误了。2000年还能飞？对，在2000年以前。哎，出道在2000年，在2000年，在肯定在2000年。我们是不是要取消？有过西唱的歌，我觉得很消极吗？最近有那个。为什么一到深圳的航班就出问题？最近有想，既然都取消，我最近早点走。2000年，2010年，延误到10点了，应该是没有。没有，那我肯定不认识啊！你都不知道你写的是真的是老爷，你这个朱小溪这个年纪，这谁写的？这谁写的？是不是偷偷吃好吃的？赢了年纪的问题，你的干嘛？打开，我要默默看一下。演过《甄嬛传》不是这个人，大家肯定都认识。这肯定是、啊、我的另一颗流星，巨大的流星，真的猜不出来了。你得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演过《甄嬛传》吗？提示他好多。没有，怎么还在《甄嬛传》？没有，香的臭臭，香的女人，那就是不想猜了。有说结果，有说没结果。结果是结果的。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困意渐渐上来，不是很了解这个人。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我也不懂小猪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人在上面，因为感觉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你这个是最难猜的。我好像坑了你爸。我呢？你的好猜，我的好猜啊！你的也好，你的更好猜，因为你都到点。是不是我的很难猜？没有，你的也很好猜，还可以。你只要问到我的跟谁来着，我都。你是倒数第二难猜。他是倒数第三，他是倒数第四，他是倒数第，哎，不是，他是倒数第四。他俩差不多，我俩刚好猜。对，我想想。也不准。他是演古装剧的吗？不是。那我现在剧也不看了，我以前就没看过剧。不，这个你肯定看过，大家都五花，你肯定看过。看直播的人家都很幸福。你都已经问过了。女明星，我从一开始就是女明星。戴萌，很紧张的戴萌，来吧。台湾还是香港？不能这样问。就问一个地点吧。直播睡觉才不好嘞。是香港的吗？是香港的，完了，是的，香港的，不知道什么，你名字应该听过，我这个是台湾的吗？是，那我知道了，下一轮再说吧，不可能吧？他有可能真的能猜到，他那个我给你谁啊？我看一眼，对啊，他没有超过，我跟他说，你都知道，他在吃。让我想一下，夏云姐的酸奶，你的我今天把夏云姐的礼物，是我的奶，不是男，是你，不是我的酸奶，直播是我的酸奶，那你咋说？我今天把夏云姐的礼物吃空了，全让我吃完了。但是有很，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人？这个人你们肯定都知道啊，来自鼻孔的赞，知道，
等一下，我给你们安利个，我的脑洞，我上一个问题说的是演艺作品，真空的里面。那他最近参加什么火的综艺吗？吃掉。这就是没有的，还别人就这么闹我，是猜不出来才好吗？哎，好短哦，啥呢？我今天开始手短，养个《还珠格格》吗？姚建过，说说，戴萌加油，就是这么，其实很好猜的。哇，你们怎么猜到的？就你只要去拍摄，因为我就说他是演古装剧很火的，他太厉害了。你要看我的事业线，我就是演古装剧，肯定不能真实事业啊！你们就觉认为我事业是这样就很火的吗？就是对，然后我本来下一个问题应该猜琼瑶，结果下一个问题猜错了。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应该知道的？无语，抱歉啊，抱歉。郑爽。不要放松自我。好了，失败了。我也没开玩笑。怎么可能那么好猜呢？你选吧。不，但是这个绝对可能。但是你这个条问到点子上，真的非常非常。我这么加点赞啊！假的啦，假的。真心话。谢谢送的 A 元。好。大冒险。大冒险。这跟你想的范围有点远。那不是让。对，门口联系的那个。有点套路。不是，我在自己理，你知道吗？没有去过这个，没有去过。演戏的那种，去玩啥了？他们又有弹幕。我以为又去问咖啡，一会儿那咖啡店要疯了。今天有好多漂亮的小姐姐来调戏我。我有个大概嘛，因为我那时候就，我感觉你应该能，我也是，他我感觉也差不多。他给你的提示，我的是我不知道我。毛毛不行，随便给你个提示，你就完全知道了。他是一个非常大牌的人，重量级的人，是大牌，是个大人物，是国内非常重量级的。对，但是不是那种偶像的，就是他不是现在人气型，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人气，但是他一出来，所有人气的演员都要给他让道。算偶像，绝对不算。她算是女王，你往女王那个方向想。哎呀，我就跟你们没看过剧，就我看剧我也不会。林青山儿，到我了，开个玩笑，我要哭，我要玩游戏。你肯定知道这个玩不，他不一定哎，他肯定知道，肯定知道。他知道，但是他不一定能猜到。我不一定能猜到。香港的跟男的合作过的。那不太多了，对啊，好多了。香港歌本来就不知道，你猜到了，那个是肯定认识，肯定认识，你肯定认识，但不一定猜得到。我觉得我的脑海里飘过了无数个人，一个名字都想不起来。其实我现在问的那个也很大概，他年纪也快，对，你看，你可能猜错的话，那你差不多了。他的那个，下一个，他就是那种唱演唱，就是唱歌和演戏都有那个，对对对。对，完全想不到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告诉你，唱歌演戏都很好。好，对不起，有这人吗？唱歌演戏都很好。好了，下一个。我心里想的是，好好想一想。我心里想的是杨丞琳。是，不可能。真心话还是真心话？然后真心话吧，那你大冒险吧。别呀，我也想是恋爱经历，我也想是。我想先去找人去，对，先不小心嘛，你就出去找一个人。我怎么出去就随便了？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找个女的，女孩子，可以吧？可以吧？去吧，不小心。跟他老师做错了什么啊？游戏，我可能不应该参与这个游戏。要不然就讲一下你的恋爱经历吧。他们好吵。就那个粉红色的女孩子。可以，这怎么说谁呢？更好啊，这个怎么讲？戴萌是谁？赵月在哪？然后就像我们今天要
挂着了。不要摸吧摸吧，一口毒奶就是挂在这儿。我就是这么毒奶，一天就不会挂。我不毒奶。毛毛，你给这个直播间增添了一点活力呢。行了，我这次刚才放了个粗口，就不虚了。毛毛也放了。好灵活的鼻孔。我可是一个粗口，那个纪录片的粗口。你这个谁敢约我？朱小星回来了呀！一个安静的直播。你朱小欣男朋友看到了会怎么想？自己的女朋友在为别人疼惜的，他们两个分手了，好难过的故事。真的？真假的？我怎么知道？我把一个黄皮子吓得倒退三步。他真的假的？他说哦，我你好，你知道刚刚走过去谁吗？我说我不知道，你好，可以当我女朋友吗？给你们看这一群笑开了花。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哎，如果他说，哈哈，没有，他刚刚那到时候怎么办？要来给你泡了个妹。然后呢？然后我就说不是，我开玩笑的。来，继续。继续下一个。天哪，万一碰到一个好啊！那天你这样是不是喜欢的类型？完蛋！完了，你们都说我这个。好猜，我就是有点虚啊。你这个我就已经这样告诉你，好猜多了。他都给你提示到戛纳了。戛纳都提示到戛纳了。对啊，戛纳总共几个明星？就那么几个，真的是全看戛纳。不用看戛纳，有头条。你想想，一般都能上头条的。那我那个，那不是有人气偶像？我再给你提一个导演。哎，别那导演一提谁都知道，鲁莱啊，鲁莱啊，不一样，也不一样，想到另外一个，也是啊，你看那迷茫的眼神，他就到他了，你问吧，你看那迷茫的眼神，我错了，我下一个，他家在那儿，哎，我很好玩哎，这样，不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这么厉害的人。想想啊，把最厉害的拿出来说吧。看啊，你先，等会再说。你还可以再问一下。好的。如果是你的话，你想好了？是三个字的吗？不是，两个字的呀。他刚刚太了。我到了。林心如是三个字。是。我猜出来了。你猜，你也不会上位啊。不是他这个，这个已经太明显了。后来就。你想想，后来又是美人心计，手机还有电，但是手机没什么流量。所以我问了有没有《甄嬛传》，你说没有，我就知道了。《甄嬛传》打开港台女歌手的，表太骚，对对，港台女歌手，不能骚，不能骚。不是，我当时我确实有点混了，感觉自己下一个会猜错。我忘戴耳机了，所以我只能这样。我真是。对，我在想我会不会就是你那个要给你一个提示吗？我呢，我跟你说，我第一个猜的，下一个不知道。我们，我呢，我已经提示太多了，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我呢，不太想提示好吗？啊！我就问了，等一下他是谁？别把他就不知道。我们再播两分钟，我就关掉了。还有谁演？我高估了我自己的精力，我有点力不从心。我现在有点睡觉。还有这种人呢？很多，有很多人不适合演。你可以问他演的剧是什么类型，比如搞笑、恐怖、剧情什么的。家庭伦理。告诉你是搞笑的。只有家庭伦理。告诉你是搞笑的。我要凑个整，因为我有强迫症。而且还火过一阵子。火贾玲。老了。搞笑。虽然我是年少尊老大，哎，也五年了，老了，我都想玩手机了，也不是新人，大家都知道。真心话呀，真心话，不好意思问。真心话不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个先到那边去啊。好，看着手机再看一下，我到飞了再叫你。我走。好吧，那就等我再惩罚吧。我都不敢玩。我们移动吗？我觉得我已经玩不下去我这个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那我也。我香港的都不听香港的。我走了。但是一说你就二直播，虽然我的直播一直这样，质量不太高。没有，就是印象。但是如果我想到好的题目，我会再来直播的。然后拍戏的时候，我也会多多直播的。长得还不错，谢谢，长得不错，谢谢大家，下一次直播也要来看哦。一下就想到，太过分了，加油。
我这个，你这个两个的提示太过分了。你这个，你只要一想完，我现在有点想不起名字了。我有那个脸，但是我想不起，但是他肯定知道。这里长谢谢小猪猪，对，走了。他一下就能猜到了。挺好看的。嗯，爱你，比心，比星星。你别说了，你先猜你的吧。好啦，我让我想想，他已经知道是谁，但是我想不起来名字。啊，第二嗯，我问吧。拜拜。告诉他们。拜拜。最讨厌的。问谁呀？我都不知道两个字。